报联席会出席委员九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报告委员会，现在开会。首先介绍在场委员及列席的官员。首先介绍詹满荣召委，好。接着介绍列席官员。首先介绍科技部徐部长，林政务次长，陈政务次长，前瞻及应用科技司陈司长，法规会彭执行秘书，主计处黄处长，人事处林处长，资讯处张处长，秘书处林科长。接着介绍财团法人资讯工业测进会陈副所长，资讯长戴资讯长。接着介绍行政院国家资通安全汇报技术服务中心刘主任。接着介绍国家发展委员会高副主任委员，社会发展处张专门委员，资讯管理处徐高级分析师。接着介绍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朱副人事长，朱副人，综合规划处陈副处长。接着介绍行政院资通安全办公室方研究员，行政院综合业务处范参议。接着介绍行政院教育科学文化处谢科长。接着介绍行政院法规会张参议。接着介绍国家安全局第五处潘副处长。接着介绍内政部资讯中心刘副主任。接着介绍外交部条约法律司黄科长。接着介绍国防部通讯电子资讯参谋次长室夏助理次长。接着介绍法务部李参事。接着介绍经济部资讯中心李副主任，交通部管理资讯中心范副主任，卫生福利部资讯处黄高级分析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企划处陈专门委员，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基础设施事务处罗处长，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公用财产组吴组长，法务部调查局资通安全处蒋处长，全息部法规司黄检任视察，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黄研究委员。以上如果没有介绍到，稍后再来补充介绍。报告委员会，今天的会议是继续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草案案，本案于104年元月12日星期一举行第八届第六会期第一次联席会议审查，决议报告及询答完毕，另定期继续逐条审查。本案共有33条条文，现在继续进行逐条审查，条文于上一次联席会宣读完毕，请宣读修正动议。请各位参看书面资料下面的编码第一页。本案是修正针对行政院的提案说明进行修正，不涉及条文。请参看说明栏。因行政法人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法人为执行特定公共事务的依法律设立之公法人。
那行政法人应制定个别组织法律设立之，其目的及业务性质相近，可归为同一类型者，得制定该类型之通用性法律设立之。行政院提案本条说明二略已。本中心就其执行之公共事务，在不抵触有关法律或法规命令之范围内，可订定对外发生效力之规章，并提经董事会通过后，报请监督机关备查。换言之，一本条说明理由显示，其锁定规章系得对外发生效力，违查行政法人法第四条系行政法人管理规章订定之规定，其内容是指人事管理、管理制度、内部控制、稽核作业及其他等规章，以及行政法人内部管理规章而言，并不具有对外效力，此与具有外部效力之规章不同。说明四，令本行政法人所定规章，其程序是报董事会通过后，经董事会通过后报请监督机关备查，依与中央法规标准法第七条法律命令订定程序及行政程序法第四章之规定为符，故建议本条之理由二应将对外发生效力等字删除，以免造成日后之误会与纷争。提案人袁文宽和吕文学章，联署人廖文正、景尤文美女。请参看页码，下面页码编号四，第六条序文修正为：本中心设董事会，至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监督机关就下列人员遴选聘任之，解聘时一同。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未修正。第七条序文修正为：本中心至监事三人至五人，由监督机关就下列人员遴选聘任之，解聘时一同，其余未修正。第八条第二项修正为：代表政府机关出任之董事监事，应依其职务异动改聘，不受前项续聘次数之限制。依第二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前条第一项第二款及第三款规定聘任之董事监事，任期届满前出缺者，由监督机关遴选补聘之，其任期即原任者，至原任者任期届满时为止，其余未修正。第二十二条第五款修正为：董事监事及遴选及解聘任。提案人其余未修正。提案人袁文宽和吕文学章，联署人廖文正、景尤文美女。接下来请看页码第七页。第十条修正第七款为：执行长任免之同意。第二十三条增订第二项，前项评鉴成员任意性别不得少于总人数三分之一。修正第三项为：第一项绩效评鉴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监督机关定之。其余未修正。提案人尤文美女，联署人潘伟维光、徐伟志杰。参看页码第九页。第十条增订第四项为：本中心人员应依国家安全涉密人员管制之相关规定。第十九条增订第四项为：本中心人员依国家安全涉密人员管制之相关规定办理。增订第五项为：本中心一级主管于其离职后三年内，不得担任与其离职前五年内之职务直接相关之营利事业董事、监察人、经理、执行业务之股东或顾问。提案人柯文建明、尤文美女，联署人高文志鹏。页码第十一页第二十三条增订第二项为：前项评鉴成员任意性别不得少于总人数三分之一。第三项修正为：第一项绩效评鉴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监督机关定之，其余未修正。提案人严委员宽和吕文学章，联署人廖文正、景尤文美女。宣读完毕。报告联席会。我们先从这个法案名称先来做处理那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在场的委员啊人数不够哈，不足，所以我们现在暂时休息五分钟，是不是请那个科技部这边呢、啊、多联系一下哈。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补充介绍，本会委员，林昌明委员，好，谢谢。现在请看这个，那先是不是先刚才有补签的哈？补签再重新再宣读一遍，好不好？请各位参看页码第八页跟第十页，联署人都加列郑委员立君，宣读完毕。那首先看这个法案名称，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各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就照名称的部分是吧？法案名称，好，那如果没意见，就依照行政院所提的提案了通过。那第一章总则，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就照这个行政院提案通过。第一条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请看第二条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照提案通过。第三条有没有意见？请那个是哪一方面的说啊？来，请好。主席好，今天就是审议国家通信安全科技设置条例，我想第三章。这些呢，我想在整个规范业务就是属于啊，政府哈，这个是属于这个法人哈。那这个法人当中，我看的这个整个八条当中，这个业务啊，几乎都是属于这个协助政府这个哈。所以在我想我们看到，这个不是在后面哦，后面第三条的部分可以看出，在后面的这个。第五条的后面当中，就是后面那个哈，等于啊，这个他说有一个可订定对外发生效力的规章，我想这个是法人是对内不是对外，是不是？考虑一下哈，这个跟第三章是第五条的部分。对了，我想这个是第五条了 因为第三条里面就可以看出。第三条里面就是可以看出，这是他是一个法人哈，他不是政府的机关哈，那应该是在董事会来讲的话，他是对内不是对外哈。那各位，那第三条如果没意见，我们照提案通过。请看第四条，第四条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照提案通过。接着第五条有修正动议哈，在这个修正动议里面呢、还是必须要把这个内容啊调，因为它是第五条，但是它这个修正理由的但是没有写到第五条的这个部分，那这第五条是把这个修正的。就是立法理由里面的这个有关可订定对外发生效力，对外发生效力这几个字拿掉，取消。要不要那个请科技部啊，徐部长说明一下哈？没问题，没问题是吧？支持了哈。那各委员没意见？如果没意见，就依照修正动议通过。主席。
就是说这个我想还是一个回到最原，就我们要设立这样的一个科技中心呢、啊、它变成行政法人、嗯、那它跟这个所谓的资安汇报啊，还有这个科技汇报，还有科技部，最后它这些的关系没有理清之前，就这样的仓促设立的行政法人是否妥当？我想这个是回到那个最根本的这个部分来啊。是不是先请那个徐部长说明一下？但是我要先跟各位委员说明一下哈、哦，那个行政法人法我们已经有通过，那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里面本身就有行政法人法的一个行政法人的一个设置。那这个资安科技中心的这个部分，也是依据我们政府组织改造里面相关的规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政法人机构啊，所以基本上啊，这个、在这个法上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有行政法人，我为什么要成立这个行政法人的机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要避在政府组织改造里面，一个是组织的瘦身，一个是人事的精简，还有一个是法规的松绑。尤其这些专业人员呢、啊，我们是透过行政法人的方式来做处理，避开文官制度的一个束缚。就是说，有些专业人员不一定要经过国家考试啊、才能够来任用啊、哦。那就像那个两厅院一样，两厅院的。这个艺术总监他不可能去参加国家考试一样，我们国家同步辐射研究中心啊、也是一样，一些研究人员，那当然他不可能去参加国家的考试，好、哦，这是属于专业性的一个部分。但为什么叫行政法人？行政法人的原因就是说，他第一个就是说他是公务预算，第一个他是公务预算，他执行公务，就是说他跟这个。英国的类似，当时英国的柴契尔夫人的时代啊，他为了政府组织改造，他有一个叫做 Next Step， 就续接计划。续接计划里面，他把这个政府机关啊，一个政府政策规划机关，另外一个叫做业务执行机构。那业务执行机构的部分啊，虽然是政府的预算，但是他这个避开文官制度的束缚。他这样一个做法，当时他精简了28万的公务人员，但他的提升了他的一个行政效率，而且也都没有反弹啊，所以当时是取决于是这样。那为什么会变叫行政法人？是因为我日本啊看到说这个英国的这样一个做法不错，到英国他就叫做行政法人。当时叫行政法人法的时候呢，我有跟。当时的这个立法院的副院长就是江炳坤了、啊、哈，我跟他做沟通啊，因为他是留日的，他说，哎，学长兄啊，我们用这个行政法人的名字好不好？我说名称法案名称我没有意见，我最重要的是政府组织改造里面那种精神那种方式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里面是有明定行政法人的啊，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有行政法人法有通过，所以在法理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哦。我想这个疑虑应该可以、我想重点不在于说能不能设立行政法人、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在我们目前就已经有设立对行政院组织法里面本来就说可以设立五个行政法人嘛。哦、那现在刚好有那样的一个空缺可以让他设立，不过现在这里要去讲的就是说，好，他设立这样的一个行政法人，他是要在科技部之下还是要在行政院之下？因为所有的现在所有的事务其实都会，现在的技术都会涉及到这个科技嘛，那你科技的你的那个资安的这个部分，所以你是能按在科技部之下呢，还是说你是在行政院之下，所有的单位只要涉及到科技跟资安有关的都会归他掌管、我想这个他的定位总是要先搞清楚吧。这个定位倒是我是不是请那个徐部长说明一下哈。是的，我报告委员哦，的确是在科技部之下，目前我们这一部分叫做技服中心，它是在行政科技汇报有一个科技汇报办公室，它在督导这个单位。那放到
科技部之下呢，就是像灾防中心，它也是一个行政法人，它现在 在科技部之下。那科技部呢，算是它的监督机关，也就是一个治安三级制，国际上大概都是这样。我们一个行政院的治安汇报，然后科技部，然后这个资通安科技中心在这边。那科技部可以实质整合产官学研的一些研发的资源，来强化这个中心的组织，所以的确是在科技部之下的。以上。人跟国科会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国科会是过去的，现在就叫科技部。现在就叫科技部。现在叫科技部，所以它就不会是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单位。它就纯粹在科技部之下。在科技部之下，就好像我们灾防中心一样，就在科技部之下。我们现在行政法人灾防中心也在科技部之下，但是灾防中心它要跟内政部啦，跟很多很多单位合作，它最重要的是提供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资讯资源来协助各单位。我们治安是各部会各机关都要做治安的防护。事实上，这个我也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哈，我们虽然是名为科技部，我们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里面说，一个是部会的话，好像是说跨部会协调的叫会，然后呢部呢是比较独立。事实上，我们在组改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部啊跟会啊我们是大部会的概念是在做的。就像我们我们立法院一样，我们以前呢是有十二个常设委员会，那现在呢比方说司法法制是合在一起的，变成一个委员会，然后这个隔壁的那个国防外交啊把它合在一起。这在组改的过程一个大部会的一个概念好不好？好，那是不是针对第五条的如果没有其他的意见我们就依照这个修正动议修正通过好不好？好，那是在说明栏嘛，对不对？在说明栏嘛，是不是？好，谢谢。那接着请看，这是在第几条？第五条。那你前面的。你看那个正336那一份正336的部分，我从那个法案名称一直包括第一章总则的部分一直审着下来那如果是没有，你现在用的是哪一个版本呢？不是，你原则上你要去看那个关系文书上。关系文书，然后再对照这个我们刚才念的那个修正动议一起来处理好，谢谢。那如果没有其他意见，我们现在那个进行那个第二章的章名组织各委员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第二章的章名组织就照提案通过。请看第六条第六条有修正动议请看那个修正那个修正动议的第四页这个部分。要不要请那个行政那个科技部徐部长说明一下？只是把那个提请行政院聘任之那个提请行政院院长这个拿掉。是。为什么要拿掉？是不是跟大家说，跟委员说明一下？监督机关就是。对。那要在那边发言哈。就在行政法人的组织法里面。就是由对，基本上就是由基本上是由监督机关来任命。那我们原来是把它提出由行政院长，那委员建议就是说还是回到这个由监督机关来任命，基本上就是这样。那我们绝对没有问题。等一下，那这里就是他设立一个行政法人，那是在科技部下面的三级机关，他也不是机关啊。它是一个机构，对。然后监督机关是由科技部，是，他来遴选人选。是，基本上就是这个跟行政法人那个法是一样的，一致的精神。
所以原来科技汇报它是有跨部会的性质，现在是、哦、对科技汇报就是非常，因为比如说我们在治安里面呢，治安的防护是科技部负责的，那治安的那个治安的犯罪的侦防是法务部，好、哦，所以科技汇报一定要去做这种整合的事情。哎，治安汇报，对对。好，那如果这个等一下，就你原来是跨部会的嘛，对不对？有那个功能，结果现在是没有，全部是安德在，对不对？你设立一个行政法人，结果是在科技部下面的一个三级机构，然后跨部会的性质也没有，还是你还有治安汇报？治安汇报还在，行政治安汇报它一直在。那你这样不会跌闯家务吗？不会，因为治安汇报本来就是在的。那治安汇报过去呢，有一个治安汇报有一个办公室，办公室在督导这一个计服中心。那我们现在把这一部分的督导的功能放到科技部而已，基本上是做这样的一个变更。你这不是让它越做越小，就是说你设立一个行政法人，然后脱离管控，然后呢，它是在科技部上面有一个科技汇报，科技部下面有一个科技汇报，然后科技汇报下面有一个治安汇报。然后治安汇报下面再有一个治安的办公室，治安办公室上面再设立一个行政法人。不是这样子的，那个那请我请次长再说明一下，因为他上次在这边跟谢谢哈，我想哈，那个是原来是两级，是由治安汇报，然后到这个计服中心，那现在变成行政法人以后的话，因为行政院的话他们基本上不执行这些 mission， 所以就放在这个部里面。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科技部跟治安汇报。好，还有这个新的这个中心的话，哈，实际上是三级的关系，好，所以我们这密切一直有在这个沟通这个整个的运作方式，啊，所以最后的这个跨部会的协调还是在这个治安汇报里面去进行 ，OK， 好，所以大致的情况是这样子，是。科技汇报是另外一个汇报，我知道啊。那这两个之间没有关联，没有关联。那也就是说，科技部下面有一个治安汇报，一个科技汇报。不是，治安汇报是行政院的，科技汇报也是行政院的。那科技部呢，当然是在行政院底下，但是科技部呢，可以动用很多的研发资源、产官学院的研发资源，让这个计服中心它的运作会更好。但计服中心这些技术是要支援各部会的一些治安的防护的业务，那每一个部会都会有这种治安的防护的相关的人员在里面。现在就说设立了这样一个行政法人，是他今天他的业务，他今天要做什么，他要研究什么，是听谁的？他在科技部，听科技部的。是的，但是科技部自己，他科技部本身只是一个部，他也不是一个跨行政院对，但是跨部会的跨部会像很多政策是在治安汇报那个地方做的，在行政院治安汇报。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行政院有一个治安汇报，是那治安汇报把跟科技有关的，对，因为治安汇报它还有就是我们在治安相关的业务哈，有这个防护的，还有犯罪侦防。犯罪侦防是在法务部做的，那防护的部分是科技部做的。好，那这整个在那个治安汇报会在那边啊，这些协调跨部会整合这样子。但是治安汇报对于这个将来这个行政法人成立之后，治安汇报只是一个汇报一个任务性的一个编组，所以呢，他如何去？就说今天我这个行政法人已经是脱离出来了嘛，所以呢，你今天治安汇报那里做了一个决议，我这边不遵守，不可能不遵守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科技部就在他行政院呢，他是整个的那个治安汇报哈，其实每一两个月都有一些固定的会议在进行，透过治安汇报的办公室在安排这些相关的会议，那我们计服中心相关的业务都在里面报告的。因为治安的事情其实非常非常多，非常繁杂。这一条是不是先保留好吗？这个第六条暂保留哈，暂保留。不是啊，第七条也暂保留吗？对，一样的问题啊，不过这是定位的问题嘛，这定位，
那第八条删掉这个，对，第八条也是一样。好，好，那请看第九条，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照提案通过。等一下，第九条是什么？这里面没有第九条。第九条没有，也是一样啊。这跟那没有关系啊，行政院长。因为那个董事长是由行政院长聘任吗？对，院长聘任之。对，这个是这是行政法人法里面明定的，啊，好不好？等一下，我们刚刚是、董事长的部分是。等一下，我们刚刚在董监事要不要提起行政院长？那你董事长反而不用提起行政院长，这会不会有点失衡？不是，因为他有涉及，我是希望你能够去看一看那个行政法人法，当时的定是怎么样哈。好，谢谢哈。那如果没意见，第九条我们就照案通过，照提案通过。第十条，这个部分呢，有修正动议是吧？第七页，请看第七页哈。这个请看第七页哈，这是。由美女委员所提的一个修正动议，在第十条的第一项第七款，执行长任免之同意，执行长之任免。原来的提案条文是执行长之任免，改成执行长任免之同意。就是。那个科技部有没有意见？没意见，那我们就照修正动议通过。请看第十一条有没有意见？这一般例行性了，这没意见，照提案通过。第十二条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照提案条文通过。第十三条有没有意见？照提案条文通过。第十四条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照提案条文通过。第十五条有没有意见？照提案条文通过。第十六条有没有意见？若没意见，照提案条文通过。第十七条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照提案条文通过。第十八条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照提案条文通过。你稍微慢一点吗？那第十九条，有修正动议，请看。第九页哈。是增订。第四项，跟第五项，这是谁提的？柯建明委员提。这有没有改？这两个高志鹏委员这样，这只有签到一个吗？郑丽君有签稿是吧？好，那这样可以。好，有增加。好，那这样的这个符，再增加两项，一个是本中心人员，应依国家安全涉密人员管制之相关规定办理，增加这一项吗？还有第五项，还有一个第五项是旋转门条款，这是不是请那个科技部说明一下意见？好，那到正式说明。因为我们那个行政法人基本上并不是一个公务，这些相关人员并不是公务人员哦。那我们这边委员所提的就是本中心人员应依国家安全涉密人员管制之相关规定办理哦。如果这样的话，好像是所有的人员都要按照涉密人员，那连不是涉密人员也是涉密人员哦。如果要真的要加这个的话，我们本中心涉密人员应依。国家安全涉密人员管制相关规定，那我们是没有问题，是不是增加涉密人员？有些就根本不是涉密人员，就把它变成涉密人员的规定，恐怕是不适宜的。我们这个完全有参考其他这个行政法人的相关条文。然后这是第四项哈，那第五项呢？本中心一级主管人，这个旋转门条款，这个完全是公务人员的。那如果让
所有这些人都本来不是公务人员，就行政法人怎么变成公务人员？我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妥当的了哈。要不然我们将来再延揽人才，这个都是一些问题。我们本来就用行政法人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不是一个公务人员，可是加这个，但是我们在管理方面其实相关的一些保密规定哈，其实都已经有了。我们在这个我们中心的管理办法里面，内部的管理办法就是所有的人员都签订这个保密的切结书，要遵守国家机密保护法、个人之机密保护法及营业秘密法相关的一些规定，我们通通用都就是进来都要签这些切结书。那涉密人员也是一样，涉密人员相关的，我们就是按照那个两岸的台湾地区公务人员其实特定身份人员进入大陆地区许可办法相关规定，我们这样去做的哈。所以其实都已经有完全的规范了。那如果这个旋转门条款这样一加，就是本来不是公务人员，就变成又是公务人员，其实是对我们行政法人这个运作是不是妥当的？好，那部长的意思是说，在增列的这个第四项，就是说本中心涉密人员，涉密人员加个涉密，对，涉密人员前面的就本中心涉密人员应依国家，应该是涉及国家机密。好不好？好，因为涉及国家机密，本中心涉及国家机密人员，应依国家安全涉密人员管制之相关规定办理。是，这个没有问题。各位有没有意见？你再讲一次。就是我们本中心我再念给大家听一下了哈，好吧？就增加这一项哈。本中心涉及国家机密人员，应依国家安全涉密人员管制之相关规定办理，是这样，让他明确。等一下，那今天就用你那个国家安全涉密人员的管制的规定，他一定会涉及到国家安全，他才会受到管制吗？是，对不对？对，其他的一般的人员，对啊，那你就本中心你所有的研究人员，你只要涉及到国家机密，就会这个，所以你本中心的人员应依照国家安全涉密人员的管制相关规定，这没有问题啊。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员都是有涉及国家，对啊，那他没有涉及国家的机密，就不会用到所谓国家涉密人员的。对，我们只是把它，但是你我原来是写本中心人员，那这样全部人员都是人员呢、啊？只是把它更清楚，把它写出来。可是这里也有所谓的，当就说你今天是一个行政法人，对不对？虽然说我不是那个研究实际在掌控那些资料的人，我那个资料，对不对？有人偷看，不是我泄密，可是他偷看拿到，那他不受规范，因为他不是所谓的涉及国家机密的人员呐、啊，那他不受这个规范呐、啊。不是，那个是违反规定的。我们这个是，这、就是我们那种机密资讯的保护是。他违反那个规定是要处罚的、啊，对啊，但是那个处罚是不是有轻重的不同啊？你依照这个国家的涉密人员的管制的那个规定的那个处罚，跟说我今天是对不对？我偷看到我去泄密的这个管制，也许我可以请我们法规相关的同仁是那个你去一般的人去看那个国家机密的资讯，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是不是？那个。那个法规会执行，那彭执行秘书啊。跟委员报告，就是将来这个行政法人的人，相关的人员，他们还是会受到刑法相关的一些保密，还有国家安全法、国家机密保护法所有这些保密规范的限制。在哪里？您说的差别是？对啊，现在你们在 argue 的就是说，是我只有也就是说。涉及国家机密的人员才要用国家安全涉密人员的管制的规定嘛，对不对？那就涉及国家涉密人员管制的相关的规定，跟说不是用国家涉及安全涉密的这个管制的规定的差别在哪里？应该是说这个条文如果从条文上来解释的话，是国家安全
相关规定里面的涉密人员，假设我们是依照那个涉密人员的等级去核列为涉密人员的时候，他就会受到比较严格的管控。然后，但是如果他不是那个涉密人员，其实他就不会进入到那个涉密人员的那个相关规范里面。那我们只是希望部长的意思，只是希望说把它写清楚，说他是涉密人员才会受到国安法里面的涉密人员的规定。其实不这样写，即使是回到原来的条文的解释的方法也是一样，但是。就想说把它写清楚，是讲清楚。我想是不太一样。那个游委员，我跟你说明一下哈，我们依照《公务人员任用法》第四条哈第二项，它有规定，定了一个叫做涉及国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务人员特殊查核办法，这个里面就已经明定在里面了哈。在我们公务人员任用法，依照公务人员任用法里面，我们有拟了一个办法，特殊特殊查核办法，它有个查核办法在那边呢，谢谢。我们第十九条第一项已经讲说，我们所有的人员都不是公务人员啊，所以你怎么会去用公务人员查核办法呢？不是那个，因为这是有涉及国家机密的部分。才有，所以为什么你增列的这一项里面，我们要把它涉及国家机密人员，那没有涉及的当然就不需要受这个限制了，哈。不是，我现在的意思是说，这也是为什么科技部他刚才就说明里面已经讲很清楚了。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不是那个主管掌握国家机密的，对不对的人员，我是其他的同事。是。比如说我是里面的打字员，好的，对不对？那个对不对？然后今天我从这个资料里面我接触到了这些资料嘛，对不对？然后我把它泄密出去嘛，那我是要用一般的，对不对？就是你们一般的内部的规范，因为你泄密嘛，你却把国家的机密泄露出去嘛。是报告委员就是说哈，其实不是泄密委的人员的话，他能够碰到的资讯是有规范的。如果他没有照那个规范去。access 到机密的部分的话，那当然是有一定的这个惩处。比如说有一个外面人走进来，对不对？他也看到的话，他泄密出去的话，他一样是犯罪的。所以在这里的话，我想哈，在这个中心里面，当然人员会分等级，然后什么样的等级能够碰到什么样的资料，都会规范的清清楚楚。如果你没有被 authorize 去碰这个资讯，你去碰的话，某种程度你就是违法，那就会依照这个来处理。Okay, 如果你现在的话把所有人都变成涉密人员的话，他什么都可以看到了。OK, 那这样的话反正没有办法管理。是。不是把他变成涉密人员他就全部都可以看到，我不知道你这逻辑是在讲什么。现在我的意思是说，好，那你给我一个 list 嘛，对不对？你今天第一等级的，今天我接触到这些的秘密的时候，当我把它泄露出去，我的处罚是什么？第二等级的碰到的时候是什么？第三等级的碰到的是什么？你说有不同的规定，你把那个规定 list 拿出来嘛。我们这一条先保留。好，请会长，那个第十九条暂保留。我不希望说。今天接着请看第三章，张明，业务及监督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等一下，那个什么，那个旋转门条款啊，反正这条保留。那再谈嘛，都已经暂保留了，还谈什么？好，请看第二十条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提案通过。第二十一条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提案条文通过。第二十二条有没有修正动议？有修正动议吧？请看第六页。这个第一。请看这个第六页哈，这是第二十二条的第五款，第五款是这个遴选及解聘及建议改成聘解任，遴选及聘解任，各位委员没意见，那个科技部也没意见，没意见就照修正条文通过啊，修正动议通过啊，修正通过哈。请看第二十三条，请看有修正动议哈，第几页？请看第七页跟第十一页哈。两个修正条文是一样的哈。增订这个前项评鉴成员。
任意性别不得少于总人数三分之一。啊，那这个项次啊，项次是改成什么？第一项哈，这变成第一项哈，第三项就改成第一项，是不是？对。啊。可是它这个是最，它这个是物质。物质啊，那个项哈，第一项那个多打了一个字哈，把物质哈，把那个取消一个，啊。那科技部这边有没有意见？啊，没意见就照这个游美丽委员所提，跟严宽恒委员啊所提修正动议啊，再修正通过。那个项次第一项的项多打了一个字哈，物质哈，那把它取消，啊，那就再修正通过哈，第二十二条。请看第二十四条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照提案条文通过。然后第四章张明会计及财务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就照提案条文通过。第二十五条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照提案条文通过。第二十六条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照提案条文通过。第二十七条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照提案条文通过。第二十八条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就照提案条文通过。啊，先保留好吗？什么？二十七条。二十七条，对，这是对公务人员的这个保障的哦。他有价证券与其他权利，得由监督机关捐赠本重心或无偿。这是在资产的部分，这本来就要写哦。所有的行政法人所有的行政法人机构啊，都是这样，好不好？这就让他过了哈，这没意见。那第二十八条没意见，照提案条文通过。第二十九条条文若没意见，照提案条文通过。第三十条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照提案条文通过。第五章张明负责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照提案条文通过。第三十一条，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照提案条文通过。第三十二条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照提案条文通过。第三十三条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照提案条文通过。我们现在保留的条文是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九条。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请科技部啊，跟我们相关委员、有意见的委员啊，来做一些协调跟沟通，谢谢。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请看这个第六条哈。那个科技部这边有没有跟游美女委员沟通？是我们刚刚有跟他沟通过，对，说了解，对，好。而且委员本来提的事情，他也是联署人啊。哦，是啊，好好。好，那如果是第六条之后，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照修正通过是吧？我看一下。修正，看一下第六页是吧？第四页哈。就把那个提请行政院院长那个改拿掉嘛哈，好，那第六条如果没有意见，就照修正动议通过，修正通过哈。请看第七条，一样的情形哈，那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意见，就依照这是谁的提案？严宽恒委员跟游美女委员是吧？
还有李委员。啊，哦哦，我的提案，好好，李学章委员等所提，这个修正动议啊通过，好，那就修正通过。请看第八条，第几页？第八条，一样哈，在第五页，好，请看第五页。如果各位委员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依照这个修正动议通过，修正通过。请看那个包括柯建铭委员所提的那个第十九条哈，好，那第十条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就照第十条。任免改成那个哈，也要照修正动议吧，是不是？你们同意吧？是。科技不同意哈，那就依照那第十条第一项第七款，改成执行长任免之同意啊。那如果没有其他意见，就依照修正动议修正通过啊。请看第十九条。第十九条，请看第九页哈。是不是这个第十九条？这个请议事人员宣读一下哈。这个修正的部分，协商结论哈。这里加。在这边，因为第五项刚刚第五分列第三第五不列哈。第十九条第四项增订，本中心涉及国家机密人员，应依国家安全涉密人员管制之相关规定办理。第五项不增订，宣读完毕。那第十九条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就修增列第四项嘛，是吧？增列第四项啊，第五项就这个不予增列哈，那就照修正动议再修正通过哈，再修正通过哈，再修正通过哈，就保留的部分第十九条。就是来，等一下。那请看第二十条，已经过了哈，第二十三条就全部处理完毕哈，
报告联席会，本案审查完竣，你据等一下先联报告联席会，那个有联署的，那个增列联署人哈，那第几个修正呢？刚保存之后的啊，都处理了，都处理了，处理是什么？OK 啊，这没问题啊。保留就这几道修正，这照修正都一同。要照修正。再补充宣读一下，增加那个联署人，请各位参看第三页，联署人增加陈委员碧涵，还有詹满荣委员。第六页，提案人增加陈委员碧涵，还有詹满荣委员。第十二页，提案人增加陈委员碧涵、詹满荣委员。宣读完毕。对十九条，现在内容是什么？都念，那再宣读一下。十九条刚才有宣读过，再宣读一下第十九条增列的部分。第十九条第四项增订，本中心涉及国家机密人员，应依国家安全涉密人员管制之相关规定办理。第五项不增订，宣读完毕。报告联席会，本案审查完竣。拟依据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处理，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吕召集委员协商说明。有没有附带决议？没有。那我倒是要请这个，应该是科技部哈，跟科发中心这边啊，要提醒一下哈。我们在这个治安办公室，这个那一百位这个精英部队啊，这个到治安办公室嘛，对不对？行政院到科技部嘛，哈，原来的治安办公室到科技部嘛，哈。那但是因为它的原则上，我们这个是这个技术中心啊，基本上是团进团出啊，要无缝接轨的一个方式，所以有关于这个我们在组织改造的过程当中，对现有的人员，他的工作权呢，一定要予以保障。我们所有的这个我们都在各个条文里面都有明定哈。所以这个精英部队一百位过去之后包括这个管理部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员，还有业务部门的人员就是这个就是团进团出嘛就无缝接轨。好，这一点呢，我特地要利用这个机会这个要列入记录哈，主席这个谈话呢列入记录啊，希望呢科技部呢要照这个方式来做推动，好不好？好，那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